Hello，晚上好呀，等太久了，我等的都腿麻了。我的最后一组，我的最后一组，然后我就觉得，对啊，太久了，我等的小腿都痛了。我说实话，对啊，我的脚腕已经开始痛了，就是很麻，很痛。不知道是几点，最后一组。本来一天没怎么吃东西，然后我就，但实在太虚了，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就刚刚吃了点盒饭，但又不敢吃太饱，怕吃太饱唱歌打饱嗝，然后就很烦。谢谢阳光开朗墨鱼面的荧光海，晚上好，我在最后一组。一共忘记有几组了，反正我是最后，真的是，我现在小腿都特别疼。对啊，真的是在最后，所以我都感觉我都不知道我结束了得几点了，我就先播吧。对啊，应该是要好久好久，不知道几点。而且我明天早上还要非常早的起床。对啊，我还要非常早的起床，然后我就，唉，我就想着说回去就先不播了吧，我就先在这儿跟你们播了吧。嗯，明天要握手，谢谢小何的情书。哎。大早上8点左右就要做头发了，化妆。哎，对啊，真的好早。对的，我就想回去就不播了。嘻嘻，小贺困了的奶茶。哎。腿麻，谢谢晴飞吻的玫瑰花，晚上好。谢谢小何的情书，谢谢土豆的情书。对，我在最后一组。最后，谢谢少吃饭，多吃饭，少说话的巧克力，谢谢小千子的荧光海。哎呀，我都没有数，我当时一看见自己在最后一波，我就眼前一黑了。谢谢憨憨的情书，谢谢 Mr.RM 的两个大神。嗯，现在是不是在 MC 呀？因为要是只唱歌就肯定很快，但是还要出 MC。谢谢 Cosmi 的荧光海，不知道什么说一句。谢谢阿郭的耳环，也不是抽签。啊，第二组在唱了，那我还是要等。So long, so long， 谢谢卷心特的许愿瓶。衣服有的到了，有的没到，有的没发货，然后就是这种。
星星如牛肉比的荧光海。嘻嘻啊，骑的大帅。啊，是吗？成都冷啊。啊，好吧，我勉强带条长裤吧。一共四组吗？那我就是在最后一组。谢谢 MARCU 的耳环。谢谢 Christy 的情书，谢谢糖葫芦的传声海螺。好的，我带个长裤，带个外套，我都带上。三组，我怎么记得是四组啊？只有14个人，但是14个人要表演一个人两个节目，然后再加一个合唱，这怎么分的？4×7=28啊，不是2×7=14，那就是有7组，7个人，不算了，哎呀，烦死了，不算了。14个人，啊，谢谢太阳的星河游览，谢谢，谢谢你的游览星河。MC 我也是等全部演完了吧，我也不知道。谢谢大外孙的荧光海，谢谢宋高兴的情书。谢谢宋高兴的许愿瓶，好难受，我现在整个人我感觉好难受。谢谢 Ruby 的高级马克龙，谢谢 Ruby 的饼干，谢谢 Ruby， 谢谢雪地的许愿瓶，谢谢飞莲的团扇轻舞，谢谢你的双子雪雪，谢谢乌红的情书，谢谢韩寒的选品，谢谢小愚蠢的情书。哎，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我是有四组，我们组是3个人，我们组是3个人。谢谢小白的大神。就是安排的，也没抽签。当时谢谢耳东东的团扇轻舞，谢谢耳东东，谢谢雪雪兜兜。对，我是最后一组。谢谢小怪兽的玫瑰花。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不用考我，我背不下来，我没背。谢谢叛逆的花瓣的玫瑰花，记不住，我脑子不好，记不住。谢谢富士山的巧克力。改成中文。对，我把它改成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改成提姆 X， 提姆 X， 提姆 X 还吃麦当劳汉堡。谢谢花生味的狗心的巧克力，麦当劳汉堡，提姆 X， 提姆 X 爱吃汉堡。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艾克斯汉堡。谢谢金豆的十个情书，
谢谢雨落情节未了的巧克力。谢谢蜀道山的大山。你这句是四川话吗？因为蜀道山我当上次巡演的时候好像有学过。老子蜀道山，老子蜀道山，蜀道山。谢谢尘缘池月的巧克力。真的很累，谢谢七号列车的大婶，主要是从早上七点半到现在，受不了，这还没有手机支架，我要拿手支着。谢谢 UJC 票的许愿品。谢谢耳东东的蹦迪，谢谢雨天心跳，谢谢一出二 KO 四的荧光海，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不行，放地上我就不好看了，我这个视角就不好看。我现在就是小腿很痛很麻，然后膝盖也肿了。哎，这是什么？谢谢遇见心跳的大神。火柴梗跳嗨了，膝盖肿了一下子。谢谢南哥小号的大神。蹲过了。不知道，我们组的当然是有合唱的，全员大合唱应该是没有的，这肯定没有。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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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谢谢狗狗汉堡王的情书，你是被我歌唱出来的吗？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我把真汉堡都唱出来了。谢谢每天要睡20个小时的巧克力，我这歌就是汉堡召唤歌，我把真汉堡都能召唤出来。谢谢狗狗汉堡王的四封情书，我没吃汉堡，一会儿我上台唱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然后我就忘词儿了，我就唱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现场就是控台都懵了，我一再开始唱一些别的什么歌曲。谢谢忍者神唱的27个许愿瓶啊，忍者神瓜，忍者神瓜，忍者神瓜，瓜瓜瓜瓜瓜，忍者神唱了直接。谢谢麦当劳的情书，谢谢不喜欢吃肉的许愿瓶。看我都召唤出来了，谢谢狗狗汉堡王的情书，今天整个口袋的汉堡都在我的口袋里，都在我的口袋直播里，今天是所有的汉堡，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肯德基不好唱啊。谢谢真的不喜欢吃热的选品，肯德基汉堡，肯德基汉堡，塔斯丁汉堡，塔斯丁汉堡，塔斯丁汉堡包。对的，不如麦当劳。谢谢不喜欢吃肉的选品，还是得麦当劳。谢谢快乐翻倍的情书，谢谢不喜欢吃肉的选品，谢谢我是孩子的情书。
谢谢不想吃我的酸品，谢谢不想吃我的酸品，谢谢不想吃我的酸品，你觉得都不好吃，那你很健康吗？谢谢不想吃我的酸品，酸品。你是有什么愿望吗？谢谢你的好多选品。这么爱麦麦，因为这首歌叫麦麦。谢谢不想吃我的选品。确实，我今天要不是因为唱着汉堡之歌，也不会引出来这么多汉堡。谢谢不喜欢吃肉的权杖，谢谢谢谢你的权杖，把我打醒吧，把我打醒吧，我现在真的好困，把我打醒。对，肯德基炸鸡，肯德基炸鸡。王队宝宝，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不觉得、啊、谢谢范哥的玫瑰花，你们不觉得王队听起来很威严，你后面加个王队宝宝，你这让我如何应对呢？我下一秒口水就要流下来，我觉得好像是我出生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我是被迫叫了这个名字，但我还是个宝宝，有王队宝宝。对，啊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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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就这种。汉堡的堡，不能因为我总唱麦当劳汉堡就这么说我。谢谢逗你好吃的玫瑰花。我今天跳火柴梗的时候跳的可爽了。我也好困呀，我困疯了，我现在一秒就可以睡着。可爱呀，你这个头像。对，我真的跳得很开心。呀，我练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有没有心路历程？哎。也没有什么心路历程，就是去谈话了，然后也觉得确实就是说，对，你看我想说了像没说。啊，我抓谁裙子了，我抓谁裙子，我抓谁裙子。我抓他裙子，我哎，我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抓裙子？我什么时候抓人家裙子？跪着的时候，我抓的是他的裙子，可能就是别拦着我，谢谢小鹅的巧克力。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我们本来是有绳子的，我们那段是要跳绳子的，结果当时黑场娜姐说完了完了，绳子没拿上来，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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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比兹堡天上没有月光的玫瑰花，谢谢 Only U 的选品，然后娜姐说自由发挥老铁们，我就听见了，我说哦晓得了，然后我就假装抓，结果真的抓东西了呀，我都不知道，我都没有意识我抓了东西。谢谢展秋白的巧克力。你们没看出来设定吗？我这首歌前面也加了英文的，它是我迪士尼系列的。
谢谢2625的大神。呸，不是迪士尼系列，搞错了，童话不是迪士尼，不是迪士尼，要童话。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是这样的，就是本身其实主歌都有剧情来着，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我觉得第二段主歌，就这首歌其实主要还是要跳舞的，我觉得都是走剧情就太水了。然后我就想的是，我们只有第一段就是大概有一个人物的那种，但是它切进也没有切太对，我觉得就是今天开头本来是一个一个一个的那种，然后对的，小五是火柴精，然后呢那个娜姐是坏的那种有钱的富商人，然后呢那个小韩是圣母，是那种圣女，就是她明明也可以，她明明是这样，但是她也并没有怎么拯救我的那种信心发财的蹦迪，就是你，我已经，我的身份是圣母圣女，但是就是你是应该要去渡他人的，但是你却没有渡我，我还是死掉了的那种谢谢发财的蹦迪，但是就是也没有办法把这些诠释出来，只能就是在造型上面，还有那种，对啊，就是觉得这首歌也不能总是不跳舞嘛，就很水，谢谢一圈心跳的奶茶。而且本来我的衣服是想后面的时候我先穿白色的那种，然后再慢慢撕开露出里面的，但是都没有合适的那种。谢谢遇见心跳的奶茶，谢谢小月亮的荧光海，谢谢送高兴的许愿瓶。谢谢十一的月亮耳环。他差不多是那种修女什么的。没看出来，很正常，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就是走着跳舞了，因为走剧情就是太水了，当时想的是算了我们跳舞吧，就是把这个造型的设定搞了就行。他是的，差不多是的，本来后面要有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不是不能那什么吗，它涉及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黑色的 X。 对的，我觉得角色的那种，主要我跳得很开心，就是沉浸在其中了，我笑的那才真的很爽，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就是那种一种释放，一种哇真的很爽，真的很开心，我很喜欢这种。就是感觉自己哈哈那种。排练没有跟他们一起排练的时候就会正常在跳。但是我昨天晚上自己在教室我跳了十多遍。就是对着镜子在那边笑，看怎么笑好看，看怎么那个什么。然后我就想的是，哪一种就是镜头拍出来会更那个啥，多跳梗，这种梗我觉得有一个这样子设定的还挺开心。对的，举动，因为我一开始会怕自己笑得很傻，但是没想到后面这个笑的效果还挺好。我自己也没想到录播拍出来就是很就是有那种感觉，晕了。就是你们知道刚好那个亮片在我的身边散发，然后呢我又在狂笑，然后就觉得啊还挺有感觉的。对，哈哈哈，对，就是，然后我一看确实是我要的这个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很满意吧。对于今天，就是虽然说一点点小失误，就是没有绳子那个什么，但是还好了，大家这个无伤大雅，影响不大，没有绳子。
谢谢，真的不想吃，我的又爱发电，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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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当头一电，滋，谢谢谢谢谢谢吃肉老师，谢谢谢谢，醒了吗？大家虚拟电把我电醒，行吧，我现在清醒了。我现在眼睛能睁这么大了，刚刚是这样的，我现在被电一下我可以这么睁，我可以这样睁了，因为这个不吃肉的老师把他的电电了我一下，然后现在眼睛可以睁成这个样子，说不话。Yes， 我在最后一趴等着吧。有没有今天在看公演的人呀？就是现在在现场的，哎，应该也听不着我在说什么吧？有啊，那你们真的要等好久了。哎，但也不是等好久，你们也在看节目。嗯。我还在等，我真的要好晚，我觉得，唉，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我还早呢，我得第四组了。所有的人演完了之后还没出现我。啊，不是，所有人演完了，那我再出现，那就是我再出现，我该出现的时候，哎，是吧？谢谢安吉拉大宝贝儿的啊，大宝贝，谢谢安吉拉大宝贝的皇冠，谢谢，谢谢安吉拉大宝贝，就是你的名字老让我想念成东北口音，谢谢安吉拉大宝贝儿的这个皇冠，谢谢你大宝贝儿，啊，安吉拉大宝贝儿，谢谢你大宝贝儿。谢谢，谢谢你安吉拉，大宝贝儿，你的黄果儿，谢谢了，老铁，你这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就是有东北味儿。谢谢配土豆的情书，安住了大宝贝儿，大 baby， 安住了大 baby， 大 baby， 大 baby 啊，人家是这样的，大 baby。大 baby 这种，完了，我一怕我现在这是说话，我一会儿那个，果然人说话能稍微回点魂儿。刚刚娜姐都说我眼睛都不对焦了，你们有没有在看 VR 的呀？我现在就是看看 VR 他们演到哪里了，看能不能立在这儿。这凳子太高了，我得这样。娜姐是在 VR 里吗？看看能不能立住。立住！立住！啊，可以！谢谢灰树的许愿瓶，耶、yeah ！谢谢灰树的许愿瓶，只不过是这个角度，不会摔倒的。解放双手。口红涂出来了，我故意的，因为我没有上嘴唇儿。好圆的鼻孔，你的鼻孔是方的吗？你的鼻孔是尖的吗？你的鼻孔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我就是圆的，谢谢。哎，你是我的鞋子月亮耳环。鼻孔是圆的，你都要告诉我。我鼻孔就是圆的，去柚子皮和气泡水的选品。
谢谢阿成不加糖的许愿瓶。啊，妈妈呀！你的谢谢修哥的传声海螺。别想我了，求你们！你这么一想，嘴馋了如何应对？你就可以想象自己好看的瘦下来的样子。哎，怎么办呀？我应该是被空调吹的有点又鼻炎了。我的声音，雪雪真的不喜欢吃肉的皇冠，雪雪，雪雪你的皇冠，雪雪，除了你不喜欢吃肉的皇冠。谢谢谢谢不吃肉老师，谢谢你的皇冠。怎么有小孩儿？谢谢谢谢你的皇冠。怎么有小孩儿啊？有小孩儿，有个拿着绿色应援棒的小孩儿啊 ，staff 哥哥的小孩儿啊。我说有小孩儿，我要是有小孩儿。下属了。嗯，我以为是这么小的粉丝呢。我说有小孩。我以为是真的以为是粉丝呢。我说那年纪也太小了。但是我刚刚正想说你把你大闪拿来，但是他跑走了，他看了我一眼跑走了。谢谢 Angela Double Bird 的权杖，谢谢 Angela Double Bird 权杖，谢谢谢谢你 Angela Double Bird。 万一是粉丝，那不太可能。刚刚已经说过了，说他是 staff 的孩子，童颜粉。我是不是冷？也不是冷，我就是小腿不舒服，一直都很麻麻的那种感觉。也可以是粉丝，那也可能是吧，因为他拿着绿色的大闪 ，maybe 就是推我们插队的呢。站起来走会儿。哎呀，那我站一下。哎，不行不行，这个椅子挺舒服的，它椅子是软垫垫，这种。确实，但是我觉得我的华贵，我特别的觉得好爽，就是那种扔着出来，唰这么滑出来，好爽！真的，大家真的很爽啊！下雨了。对的，我这最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个咖啡厅，喝个咖啡，一杯一杯送上一杯，哈哈，每天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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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累，不累不累，爸爸爸爸爸，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嗨嗨，当然了，这是在咖啡厅。谢谢啊，真的不喜欢吃老师的，用爱发电。谢谢，这个像电。嗯，谢谢你的电。嗯，哎呀，电死我了。嗯，有人看我啊。谢谢，谢谢你的电，谢谢。精神了，精神了，谢谢。精神百倍，精神中倍。二头公鸡，二鸡公二头鸡。嗯，我是最后，我是最后一组。二公头鸡，谢谢景的情书。对的，看我的肌肉。嗯，我说错了。
现在到哪儿了呀？能不能帮我报时啊？VR 是谁呀？ VR 是谁呀？啊，还在第二组老铁，谢谢田小伟的荧光海。是吗？看到了手臂肌肉线条。因为我就是没事干，我就这样。哎呀，不行，让新来的人看见我在这儿干什么东西呢？一般萌妹在后台都是这样。一组大概一小时左右，哼，那我等第二组 MC 结束了再说吧，太久了。太久了，大家真的是太久了。到哪个喊你，你再看呗。你到那个第二组 MC 的时候喊我。真的等太久了，真的是，我真的难受。我今天太早了，我那整个人真的状态就是很……这什么东西啊？哎呦我的妈呀，这是这个 N 队粉丝写给 N 队的这个贺卡，我这是瞎看什么呢？让我看一眼吧。To 周诗雨，对自己好一点，听到了吗？周周，对自己好一点。周诗雨，美神降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突然之间开始 MC 了。Two，Team N Two，N Two 是象呀，好 ，N Two 是家呀，起飞吧，我们累累，哦，我们NN，就是说，就是这个字儿，就是太那个连笔了。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新蛙森，就是今天太累了，所以导致变成累。重念一遍 ，two team n two，n two 是家呀，起飞吧，我们 n n。好的，就是念完了。这儿没有插队，这边现在架的都是 n 队，我再看看还有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还要画这种拳头的，我把字儿挡住，很搞笑，很有意思，好可爱的拳头。插队的都在我们那边呀，就是他们每个队都有盒子 ，N 队的刚好在这儿。今天开在直播，健康平安。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为了你可以勇敢一次、两次、四次。在直播，这个是真的，笑死了！这位粉丝好有意思，我把名字遮住。他说这个是真的。好有意思呀，大家写的东西都好有意思的。身体健康，天天开心。聚光灯照在了你的身上，而你的光洒进了我的眼里。身体健康，天天开心，真不错，真不错。谁和谁是真的？是他写了一个很冷门的，就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类似于他说吴博涵跟娜姐是真的这种。对，就是比较冷门的。谢谢阿里的大神。
谢谢久久不知西东的蹦第一嘘嘘啊，我看也 round down 啊。好了，我看脸，我是在第几个？我看脸，我在第几个？老铁们，我在第二十六个，我在第二十六个，我在第二十六个。我在第二十六个，我是第四组，真的是第四组，一定要等第三组也结束之后。谢谢不喜欢吃肉的，整个用来发电，谢谢，滋滋滋滋，谢谢谢谢，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吃肉老师的用爱发电。谢谢肉姐，你这么讲，谢谢肉姐的用爱发电，谢谢肉姐，谢谢肉姐，哪来这么多人？我也想知道哪来这么多人，明明就是四个人，我是第二十六个，哎，我是第二十六个，我现在脚已经悬空了，我在这等。谢谢平步青云，谢谢你平步青云，哎，是他的头像在最上面吗？欧盟，谢谢平步青云。谢谢你平步青云，对，我是第四组第一个，这边这个桌子上只有 N 的，我问问姐姐吧。哎呦，凳子太高了，我往上跳了一下，不是摔进来的，滑了一下，才不是摔进来的，我是滑下来的。小五说他在直播吗？我请问呢，我真的有一溜，我真的。谢谢蓬松小布偶的残障，谢谢，谢谢你的权重，嘘嘘。谢谢。哎，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说起来这个 pew 这个动作，我今天那个火柴梗，就是跳完自己的那个 solo 的那个时候，就那个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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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然后等他们那个跳完，我是有一个像棒球棍一样的动作的，我是咚，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你们可以去看直拍能看出来，就一个咚，就很爽的那种。要么你们要去看，你们要去看。你们去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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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就是咚了一下，我觉得很喜欢，我很喜欢那个地方，你快看，快看，谢谢沧海一鸣的用爱发电，谢谢，哎，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牛牛，谢谢小牛，谢谢小海，谢谢小仓，谢谢仓仓，用爱发电，谢谢，谢谢老师。
么也戳不到，它这个不是，它这个不是尖的，它是打孔器。我拿张废纸看一下，它应该就是打孔器，就是一张废纸啊。我小时候用过这种，打孔器没见过不？这两个眼睛给打个嘴巴出来，给打个嘴巴，是这样。哦，谢谢臭鱼子啊，对，无鱼子的这，谢谢无鱼子的传声海螺，谢谢。哎呀，看错字儿了，就是这样，好像我的鼻孔。白鼠了，哦，在这儿，在这儿，哇，谢谢哥哥，空的，这是空的，这是没写完的，是要写好的是吧？没事没事没事，哥哥。直播间每人一张，直播间每人一张。哇，这个牌做的真的不错，空的。哦，哇，哇，谢谢哥哥，哇，谢谢谢谢谢谢，哇，哇，拿到了。像又来了一场 MC。一直很喜欢 X 的公演氛围，希望 X 的公演越来越多人喜欢， X 小偶像都能越来越好，加油 Team X。 超绝可爱王子，这个我把你 ID 挡住，你们自己看吧。祝插队越来越好，剧场十周年快乐。秃插孩票根，票根鱼给剧场做纪念啊，票根刘给剧场做纪念了。插曼有和你们一起好好成长。哎，哪位好心人呀，直接把这个队伍口号说出来。 Grow up, infinite, relax, live out, 活力满满， Grow X, 我们是谁， Team X。 全军附送啊，全军附送。谢谢一些没有人用过的名字的打赏。 Grow up, infinite， 谢谢聪聪的打赏。Grow up, infinite, relax, live out, 活力满满。GoRex, 我们是谁 ？TMAX。Grow up, infinite. Grow up, infinite, relax, live out, 活力满满。GoRex, 我们是谁 ？TMAX。Grow up, infinite, relax, live out, 活力满满。TMAX, 我们是谁 ？GoRex, Go Girl Babe。Grow up, infinite, relax, live out.活力满满 ，Go X， 我们是谁 ？Team X。Grow up, infinite, live out， 活力，relax。Grow up, infinite, relax, live out， 活力满满。Grow X， 我们是谁 ？Team X。哎，行，四八的四是 Team X 的四。祝所有小偶像身体健康，开心快乐。T-Max 最强音，十年了，亲爱的四八传媒有限公司，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发奖金吧。向梦而生，随风生长，希望插孩越来越好。那把椅子 T
Team X 就是最棒的，小小叉还没天天开心。逆流而上遇见你，命运的 X 号去航行，遗忘的国度不忘记，三角函数中相遇。哦，这是当时台上的那种。啊，这个也说了，插门永存。好的好的，那我等第三组开始了，你们再告诉我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也是我第一次线下，祝所有插孩天天开心。四八的四是什么四 ？TMAX。那个椅子一定会是绿色的。SH48 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期待下一个十周年。八，你欠我们的巡演什么时候还？我只是在读哦，我只是在读，我只是在读，我只是在读啊、哦，我只是在读啊、哦、，I just read 啊、哦。祝 Team X 越来越好，插孩们永远都是最棒的，十周年快乐。这个也知道了。为什么小五是小物呀？他说小物好好休息，小物好好休息，没有 ID 啊，没有 ID， 小物好好休息，就是孙悟空的物，小物。Two Team Max 越来越好。雪雪真的不喜欢吃肉，老师的又爱发电，雪雪。哎呦，好凌乱呀！整理一下发型，谢谢，谢谢你的 UI 发电，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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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UI 发电，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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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电占毛了，谢谢柔柔的 UI 发电，谢谢柔柔，谢谢，祝唱歌越来越好。我是六六的一条狗，汪汪汪！我请问呢？十周年的这个牌牌上，我请问呢？拜拜 ，Team 艾克四，插漫有自己的大佛。是的，我们是 Team 艾克四，我们度众生。邂逅相遇，是我愿惜，愿。WRQ 愿插孩未来可期，岁岁年年共同欢乐。哦，这是一位在直播间的粉丝朋友写给我的，呵呵，和我们插孩的，严谨一点，就是人家说的是愿 WRQ 愿插孩，哦，都一起愿的，哦，一起愿的啊、哦！谢谢无名水与制氧机的大闪。是的，祝 TMAX 越来越好。我永远永远永远喜欢王瑞琪。哦哟，谢谢这位朋友，我把你念到了。哦妈，谢谢谢谢谢谢。我将永远有，我将，谢谢 New Ruby 的荧光海，谢谢你的贺卡，谢谢谢谢。四八的四是什么？四 TMX。谢谢起名字最烦了的五个大闪，谢谢守护的大闪，谢谢你，哎，谢谢你的爱，相遇的第四年，冰冰，青青向阳而生，丹青不语，希望青青天天开心，也祝剧场十周年快乐，青青。希望 TMAX 越来越好，祝冉冉和青青以后的日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冉冉青青身体健康，谢谢化身为的狗心的大闪，都是一样的，平安喜乐哦，祝我们的左左平安喜乐，祝所有插孩勇于向上，奋发图强，永远爱你们。
七八十周年了，林佳怡，你还有七年半，要开心哦，要开心哦，小林，你还有七年半，要开心哦。一棵柳树扭一扭，我最喜欢王一柳，一柳要开心哦，谢谢万木树的两个大闪。冰冰和你在一起就呸，对不起，我念错了，谢谢言语间的大闪。冰冰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希望以后能一直开心健康。我自己念错了，老铁发神经了，一般我看到一起我就老想说在一起好吗，杰胜是真的，这个可以在一起，谢谢谢娜和小玉仔的大闪。左左好好吃饭，天天开心，等我来剧场见你。我是托托啊啊，不好意思把你 ID 念出来了，哎呀对不起托托，哎呀我这个是，哎呀烦死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すみません，哎呀我就是一看我就是，哎呀左左要一直开心下去，勇敢做自己，小五未来可期，做个快乐宝宝好吗，这是个双推。怎么还在吐槽的，哎呦没有没有了，就是很正常很正常。 To Team X 一直都要好好的，未来要加油哦。是你呀，好久不见，虽然你一直以热情的活力满满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但你一定要好好休息，要开心哦，小雾。小韩出道一周年快乐，来日方长，请多指教。小韩快乐哦，小韩，小韩要快乐哦。冰冰会越来越好，永远是塔门忠实信徒。塔门，左左祝插孩越来越好。左门，突王瑞奇，宝宝，妈妈永远爱你。谢谢妈妈，谢谢妈妈，我知道你永远爱我，谢谢妈妈。宝门，就是嗯，驻插队越来越好，见证着巨浪之巅，绿色将版图染遍。绿门，永远是 Team X 四的忠实信徒。哎，是不是念完了？哎，哦，冰冰，你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火，是我生命中永不停息的呐喊。冰冰，冰门。啊、哦，这是重复的。哎，怎么混进来个 Team H 兔的？冰冰 ，Team X H 48的四是 Team X 四，哦 ，Yes。哎，居然读完了，这么多这么多，我把那个。这个放在这边，哈哈，开心。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啊、好像是那种。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我请问呢？就是 VR 的朋友。啊 ，VR， 啊，现在没有人在演唱是吗 ？So this name。谢谢不吃老师，你今天就是要把我电熟，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不吃老师，谢谢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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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肉，谢谢谢谢，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你是电闪雷鸣啊，你是唯一的神话。哎呀，我不应该喝美式的，我现在胸闷气短，我现在心跳个不停。哎。电母，哎，你们也要封神吗？
哎，你们也想，你们也要封神了，是不是？电母。嗯 ，OK， 好的，第三组准备上场了。哎，老天！哎，是 VR 吗？是 VR 吗？第二组准备上场是 VR 吗？还是是在直播还是 VR？ 哦 ，VR，VR 是现场实时的就行。谢谢大家的提醒。对的，因为如果直播它肯定有延迟，如果直播现在是第三组 MC， 那我肯定已经要在台上唱歌了，它是有延迟。我到时候上去唱一句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第二十六个节目就没了。我到时候直接就是直接唱河外曲，我直接被我被掐了，你们就看不见我了。我直接上去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来会唱的一起唱麦当劳汉堡，麦当劳汉堡。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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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美妙的人生啊！有些人的这个班还没开始上呢，有些人的觉就睡醒了，啊，这是多么美妙的人生啊！人跟人之间就是如此的啊，互不相通呢，哈哈。明天也休息不了，我明天握手会，我是第二十六个节目，第二十六个，哈哈，最后一组，我是第二十六个。我的合唱唱完了，我们的节目也结束了，今天。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哈哈，好笑。Yes， 没错，倒数第一，哈哈，好笑。所以回去呢，我就暂时不播了，我就是现在跟大家陪伴就好了。我会唱《难忘今宵》吗？哈哈，我们要是唱了《难忘今宵》，你们连我们的合唱都不想看见了，直接被掐掉。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咔没了。哒哒哒哒，雨海角。哎呀，好尴尬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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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别看我了，好尴尬呀，真是。嗯。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哒哒哒哒，雨海角。悄悄直播，因为我要等麻了，也不尴尬，我是艺人，我不怕尴尬，我只是就是突然之间会害羞而已，这害羞。难忘麦当劳汉堡，谢谢习惯秘密法的雀桥仙，谢谢谢谢你的雀桥青青，那个小鸟青青，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我等第三组差不多唱到中间的时候，我就可以准备了。VR 是吗？是不是 VR 啊 ？VR 是不是 VR？ 第三组几个人？三个人。Three。谢
谢谢大家，为了我去看 VR， 谢谢，感动。铭记于心，铭记于心。明天握手会可以媚粉吗？么？我一般握手会就是很臭脸的，其实，哎，实不相瞒，我每次握手会都非常的臭脸，我都不跟人笑脸相迎。每次我的粉丝们都因为握手会我臭脸相迎而出坑，真的很难过。每次我都对他们不甜，每次都严严答，他们说什么我就偏不回答，很对不起我的粉丝。但是我就是这样子无情的人，我就是这样子冷漠的人。好了，我开玩笑的，不要因为这个不来找我哦。我最近还爱发这个表情，不要因为这个不来找我哦。谢谢超帅玉米油的传世海伦。我没有扇你一巴掌，我只是踹了你一脚而已，你怎么瞎说呢？踹一脚跟扇巴掌还是不一样的好吗？电握怎么臭脸？当然可以臭脸了。你电握的时候，谢谢一些人没有用过的名字的大傻。你电握的时候呢，你当时跟就说喂瑞奇，我说喂干嘛，谁让你给我打电话的。假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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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被我吓到。假的，假的，千万别信。好的。别不敢来，我瞎说的，人家都是乱说的，乱说的，乱说的。我都是瞎说的。已出坑，明天最后一次见。行，行，行。如果但凡未来我再见到你，我真的会生气的。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有一个就是海外的一个博主，他是一位就是睫毛很长的男生，然后他老是就是那个，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那种就上下打量，然后就睁着眼骂你的那种，就是他不骂你，但是他眼睛看你就像骂人。谢谢 MCRCO MARCO 的大傻。对，就是那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什么可爱，我在学他，就这样。谢谢还没睡醒就给你两巴掌的情书，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这种。谢谢小霍困了的高级麦克龙，谢谢。谢谢，咱们今天就是一个土味直播，我就是要土味直播。谢谢，在直播啊，姐姐，拜拜，姐姐。谢谢 LG5在睡觉的团扇亲我，岁岁你的扇子，岁岁没有用过的名字的徐远平，你做的太可爱，他比较欠，我也很欠，我这样。哎呀呀，哎呀呀！谢谢没有用过的名字的苏元平，谢谢边台小杨的苏元平。什么？哎，所有唱完的人都下班了吗？下班了吗，老铁？所有唱完的人都下班了？上天啊，为什么把我分到最后呢？明明我也不用最后一个，你却让我变成最后。上天啊，
谢谢五月底尾巴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谢谢，谢谢你，高级饼干，谢谢。上天哪！我让他们直接去我网易云下载。但是他们昨天跟我说，花钱，我们在网易云下你的伴奏还要花钱。然后他们说就是录屏还是怎么着来着？然后我说那我把钱转给你。然后他们又说，哎呀，可以录屏什么这样子，把我的歌录屏还是怎么来着？还有一个那个，当你问我存在是什么，这个我有发过去我的那个伴奏，还有我的那个和声的那个音轨，我单独去要的。在直播 ，OK。老铁，我怎么就说出去了？老铁，哦，这，我是深吸一口，老铁，哎，行吧，没有了，因为我那首歌，哎，算了，说都说了，我那首歌不是有和声嘛？我说我每次唱掉在脚边的落叶，它会有一个和声是落叶，就这样子，传了两轨，烦鼠了，我怎么就说了？掉在脚边的落叶，好像在悄悄告诉我，给世界留下礼物，就是永恒。当你问我存在是什么，我不知道。当你让我面对离去，我也只能逃。你说生活美好，可我觉得吵闹，一切都是徒劳。耶、yeah, ！谢谢起名字最烦的大神荧光海，谢谢。先别送了，我刚刚唱都觉得我没力气了。谢谢哆啦 A 梦的大神，谢谢 cos 你的荧光海，在直播。你在直播？我在直播。等那么久，我等好久，你最后一组呢？现在才第三组。对呀、啊，你不直播吗？啊、哦，我想播，顺便练练明天的歌。啊，播好吗？可好了。真的假的？真的。你看这边可好了。你知道吗？我刚刚我们不四个唱歌嘛，然后阿星还有娜姐，我跟尤淼站一起，我跟尤淼两个颜色，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两个颜色？他白我黑，他这么白呢？是啊，我可能是衣服问题，他是可能穿的显白，你穿的太亮了，亮。我穿的同一件，就是 N3 那个特别漂亮的那个衣服。他可能就是他打光有问题，他那边光跟你不一样。我也觉得。真的边边角处，对对，就受光不一样的地方了，就是说，对，但是啊，是啊，就是边边跟那个中，就是再往旁边一点就是不一样，就是站的位置不一样，光就不一样。哎，紫色，不是紫色，是蓝色、绿色、粉色、紫色什么的。谢谢人间台阶小原子的夜蝶，好好好，是时候呀你，谢谢你的夜蝶，谢谢你台阶，谢谢，谢谢你台阶，谢谢。他是第他哎，你们能不能数一下？现在是第二十几个，我是第26个。我不想自己举。你可以支着，哎，我把我这个宝座让给你。你那个、嗯、我这能支在这儿。这有一个行，你拿这个拿走吧。谢，这么多随便拿。你刚刚是支着的吗？对，我在这支着。
我在谁后面？不是，我是第四组的第一个。谢谢 Ruby 的星河游览，谢谢你，谢谢你的带王，谢谢没有用过的名字的月亮团，他是第一个。嗯，那我觉得我等个，我到第三首。哎，上一组是四个人，啊，三个人，那大家就是差不多两三首的时候，我在，十分钟，也没啥要准备的了，大家。我跟你们说了这么久，如果我翻车了，就怪跟你们说话了，大家。谢谢土豆的蹦迪。哎，跟你们开玩笑，我只是找补一下啊，找补一下。人嘛，谁不会想找找借口呢？谢谢 L 九的蹦迪。好的，我用我浑厚的嗓音，我给你们唱一首。哦，谢谢土豆的蹦迪。来揭晓啊，第三位上台，真假的？你别吓我，这么快。第二个是没唱吗？我请问呢？谢谢在盒子里养鱼的巧克力。他是第二个吧？不是第三个吧？他对啊，他是第一个。那你说什么第三个？啊，他是连着唱。那这一组应该就只有两个人呀。对啊，两首。第三个，但第一首，那一组就是有四首歌，然后再合唱。没事，他们还有个 MC 呢，大家。他们 MC， 说实话，我们王琦不在，那不会的。行，我一会儿想想 MC 话题吧。MC 话题都不知道呢，都最后了，说点啥呢？说大家对今天的节目满意吗？最喜欢谁的歌？现场唱出来，唱不出来就别离开这个剧场了。谢谢小贺困的选评。对，最后能祝大家新年快乐了。现场自己想，应该是吧。我的消息知道的很匮乏。哎，我们可以唱三句《难忘今宵》，三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难忘，要跨了吧？应该会跨的，但现在十点半，然后我们这组11点左右，差不多跨了，因为是要击掌的吧？吧，应该吧？对的，结束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包饺子，我们来年再见。谢谢奥利奥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谢谢你。我有看到这个卡片，我们的那个插队卡片。对的，我是蓝色的。行。其实说实话，今天你们这个在直播开始的时候叫我这个称呼，还有点不习惯。虽然说平时被他们开玩笑，但是被你们叫还是第一次。不知道记不记了。第三首结束了，那我等 MC 吧。往2019年的时候已经，确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开玩笑，没准你开的玩笑就成真了。谢谢只想睡觉传声海螺。就是19岁的我，19岁的我，谁能想到一个 MC 话题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真的，就有些时候这个玄学你不得不相信。我什么时候知道的？我本来我在回内蒙那个第一天好像是什么，就其实就要去办公室，但是呢。我是在回来之后的第二天去的，所以就是说我在回来的时候的第二天知道的，应该是。但
就没有什么人知道。当时冰冰、小五、一柳，反正就陆续知道的，就这几个。是的呀，对啊，所以说大家就是话不能随便说，万一你哪天就是你发在弹幕里的东西可能就成真了。当官儿，哎呀，具体细节具体内容不好透露啊，不方便透露了，我守口如瓶，守口如瓶，守口如瓶。没关系的，我觉得 MC 好笑就可以了。我也没想到，但那首歌没关系，也不是什么新歌，没事没事，只是就是透露了，确实透露了我第26首是这首歌。对啊，但是现在人家确实也不缺人呀，没有新歌。我的意思是说，我说又不是什么新歌，我说出去了，没有新歌，老铁，真没新歌，我两首都是已经在网易云发过的，也不缺，现在哪有缺的？那么新人都一波一波的来了。好的，确实，我一会儿得喝点水，感觉嗓子干干的。哦，现在 VR 到哪儿了呀？你们帮我看一眼。还没到 MC 啊？嗯，那我算了，还是准备一下。第四首，那是不是还有一首？还有一首，然后他们是合唱。谢谢谁不想有猫呢的情书。两首 MC， 还有两首，然后 MC 还有合唱。谢谢盒子里养鱼的传声海螺。大概还有15分钟。行，我想问一下他们前两组的话题是什么呀？他们说的什么话题啊？元正可好 ？Grow up, unit, relax, level up, level up， 活力满满 ，Grow X， 我们是谁 ？Team X。Level out， 背下来了，背下来了。Girl X， level 不是，真的很难背这个口号，说实话。什么？哪个的发音啊？是那个 left 吗 ？left out 还是？你注意时间啊，你行，别到时候姐姐找不到你。哦，好的，我上去唱一首《难忘今宵》，跟大家说再见，直接就没了。啊，不背了。但是我跟你讲，插队口号是真的难背，大家太难了。好了，我去了，拜拜。拜拜。谁在唱海豚音？妈呀，居然有海豚音！再见大家，我可没有海豚音给你们听。再见，再见，别太期待我，拜拜。